透过顶南平社区发展协会初次举办农村体验活动，现场设有在地农产品等，包括番薯、土豆、蒜头等等，以及在地农产品相关的手作体验。即将成为社区一份子的馆长张丽生，也特别登到故乡关心社区发展，并表示活动结合在地产业甲文化，让居民甲游客当做过享受农村生活趣味。欢迎大家前往社区佚佗。土库顶南边社区发展协会伫即间来举办农村体验活动，活动中唔仅将在地农产品介绍乡亲，嘛有在地农产品相关手作料理活动，予大家来亲身体验农村生活。我今仔日办即个户外活动嘛，是咱县府予阮即个机会吼，咱去农水保局遐请经费，我们的农仔。我主要吼，阮今仔日的活动农葵体验，到田里采农葵。我今仔日阁有一个柠檬蜜地瓜体验，吼，这拢用阮的农产品来做的。我就是要把咱南平社区的农产品，把推广出去，啊，接游客来，把咱的人进来了，东西出去。即间毛来自南投玻璃的人客来到南平社区参加即摆活动，对活动伊拢是相当的热络。看到你们的热情的欢迎我们哈，而且是喝了一些那个芦笋汁。还有里面什么水冰，我们都没有尝试过，第一次吃哦，啊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很不错哈。我们希望说我们那个客家协会的那个同学哈，把他们的产品通通给他买完，然后我们再回去。身为土库顶面的馆长张丽生嘛，特别来到现场，并表示南平社区伫规个农村再生计划以及社区营造中是相当重要的。农村体验活动结合在地产业和文化，让社区居民和游客拢会当来享受农村生活的趣味。我想南平社区啊，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社区啊，在整个农村再生以及整个社区营造当中啊，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所以我们对于理事长本身是非常肯定哈，那也让我们所有乡亲的民众呢，透过不断的学习观摩哈，那我想这个地方越来越活络。那我是南平里哈的一份子了哈，所以今天回来看看我们自己社区的长辈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气氛。相信这天的活动一定让在地乡亲和游客更加熟悉南平社区的农特产，也欢迎大家有闲来到这行大。记者谢依欣采访报道。